哎呦我操，哥们儿，你穿这身你给我来个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？铁子，闭眼睛送你个礼物。这么浪漫吗？傻乐啥呢？我还没送呢，伸手来，伸手，送你好礼物，睁眼吧，睁眼。花干啥呀？送个烟花，你看我俩这剪出来的吧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浪漫。大月子，送你一杯博雅俊贤，七分糖少冰，对你胃口不？你今天也这么大方呢？好喝吗？好喝，一会儿领你去吃海底捞，吃你最爱吃的番茄锅。哥们儿，亲自手打牛角送给你。又骗我了？<笑>什么叫又？从始至终就没变过。行，明天咱俩就结婚了啊，行吧？别，我给你捡起来了。你要干啥？我给你寄。我手了。我稀罕碰你手吗，哥们儿？ 不是你是不是要借钱？我借啥钱？这顶多借你200。我不要钱。500。大月子，说实话，我就不是奔钱来的。不是你要干啥？1000。我不要钱。哎呀，我天哪！你好变态呀！怎么就变态了，哥们儿？不是，咱俩10多年哥们儿，你现在怎么能做出这么禽兽的事儿？10多年哥们儿了，总该要个名分了吧？哎呦！为啥？不行。 哎呦我他妈！不是你要干嘛？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。不行。